那个圈 plug 都很吵。哦，我没带，没带飞手。队友是有一点强啊。是我大改玩过了吗？我感觉好慢。给蓝给。控车天才，倒没讲。就我觉得那位客人，那其实有些歌还可以听，有些歌。就真的是不太行。这关我就会一点了。雷霸还是比较强一点，雷霸还是比舒适强。啥回？爆发了！打最大，最大！拉断开。失败！No, tell me who's fake. 风骨啊？还在风吗？还在风骨啊？队友啊！靠呀！不该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
哦，没吸到。豹哥，你觉得以后会是五改还是加工厂改还是大改为主流啊？我觉得应该还是五改吧，至少它这个东西是可以从比赛规章里面去规范的。比赛规章它虽然不能影响到所有整体玩家的一个选车，但至少可以影响到少部分玩家的选车，就是这些少部分玩家是高手群想要打比赛的，都可以影响到。应该慢慢改吧，五改应该还是会是趋势啊。TP 是强几啊？是包几啊？包三啊。哦。然后我们看二比零的时候还继续，他就一定会跑三场啊。哦。哎、yeah, ，sorry， 哎、欸，不知道你，那就没看。电子看你谁单表示一万的你已经没好看，但是你破里面你开地面 ，I'll give a damn bonus man。那雨梦，我刚刚讲了好久，叫他去买六轮加速器，就不买。啊，真的洗白。哈哈，他死了、欸！啊，我不见了。我来听。他抓到脚脚了。啥？啊，他！好，气死了！我开始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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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靠，这么屌的吗？疗愈哦。
你都可以改到三号。剩十几个而已、啊，还没改到三红啊？到底怎样？为什么可以改到三红？我已经改蓝的嘞、欸，剩25个，剩10个如果还没有，我就要用这样了。16个，15个。14个哦，有了。太扯了吧，我都换不到竞速功能。希望为了我的真的愿安静里唱着对着 melody， 我并不需要 plan， 所以每次全都弹着，只有我的歌词能够拯救厄运，不会绊倒你，让我的精灵探到几乎和你可放了你 wait， 让我伸手的 hand， 让我选择相信。最后一个没有起跑。我可真不想将你们比赛，只能够放下我该有的着急。Forget my story, forget my pain， 爱价值大过高，真正些他们都无法抄袭。You know me， 是希望变坏，是会不渴望被爱。起跑。无奈我爱他在，现实火焰藏在口袋，也记住在，但我不再等待去爱。超我，那叫做前进，不入流的东西有人会为我画出界限。纷纷的人发出的很。没有起跑，大概。我操！这还有救吗？这差一个大改，我也没办法。不差一个起跑，啊，没差啦。应该还是很强，应该还是很强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一比一，你全部的图起跑就选。我想想，一条起跑全部选这个图，这图起跑大改，跑给你看。很慢。好，你加油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重上了。